法师的座位呢，你们呢，一定要把整排的座位都坐在一起，之后呢才坐第二排、第三排这样子。所有的主持者，请在进香哈达的时候呢，你们要出示你们的主持卡。真佛宗美国彩虹雷藏寺不动明王护摩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Yes.
传承，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四平等一起手。请主持人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
们多摩多然我拉兰嘿南无萨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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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摩多然我拉兰嘿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的赐福。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报名表格。首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祖坛不动明王护摩法会，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母莲香上师，欢迎仁波切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西雅图释莲花碧珍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拍掌弹指，
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Om Guru Nian Sheng Si D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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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an Sheng Si Di Hom。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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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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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Shodori Shodori Shomori Shomori Soha。Om Vajranadhan Ha Ha Om。南无三曼陀摩诃萨。Om Duro Duro Devi Soha。念招请咒 ：Om Ah Hom Soha。Om Ah Hom Soha。Om Ah Hom Soha。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白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不动明王，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不动明王，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不动明王。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南无真佛宗八大本尊，南无大威德金刚，南无四大天王，南无施玛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座，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座，城隍敬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那曼达供养，首节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不动明王，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尊共龙天护法空行，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Gatagata Yidamu Guru Nana Menjana Kang Niliye Dayami。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一咒：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顺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顺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顺伽耶。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dhi L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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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Lanjali。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民加持。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贡品。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息灾祈福争议敬爱超度大手印与会大众唱诵不动明王护摩主尊心咒。南无三门多摩多然陀罗兰，嗨！
Samanta Motoran Horala Hut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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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ta Motoran Horala Hut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上师上座，请仁波切这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慧宾和上京大德就座。南无萨满多摩多然哈拉兰，南无萨满多摩多然哈拉兰，南无萨满多摩多然哈拉兰。Namo Samanta Motoran Horala Hut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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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ta Motoran Hor
萨满多摩多仁和拉拉，嘿，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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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满多摩多仁和拉拉。Oh, my God.
Oh,
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a Ling Tho L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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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a So Ha， Om Jodi Jodi Jun Ti So Ha， Om Jambara Chalang Chalaya So Ha， Om Ah Hu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Guru Be Ah Sa Samaha Lian Sheng Siddhi Hum。德亚塔唵贝卡吉亚贝卡吉亚玛哈贝卡吉亚拉扎萨摩卡德嘿梭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
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祈请不动明王放光加持，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不动明王加持议会大众，以不动明王佛烧尽众等的业障，包括病业、烦恼业、五阴业、五阴业及一切的业障，祈请烧化清净。祈请不动明王以四日明乍哄班乍哄班或四日明加持议会大众，请不动明王以难汉加持议会大众，让一切杠头消除，一切魔难退散，让金刚地基、金刚王、金刚墙、金刚火焰能够守护行者。祈请真福、真慧、真敬爱一切吉祥，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十戒吉祥，一切吉祥中的行者，祈请上师加持。本尊摄受，护法永在。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
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一切障碍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Beja Sato Denu Panicha Jajo Mepawa Soto Kayo Mepawa Sopo Kayo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purayasa Shawa Kama Sutame Jitamu Sini Ren Guru Hom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妈咪们擦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贝哄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布拉雅擦沙瓦嘎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古鲁哄哈哈哈哈呵巴嘎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们擦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哄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杰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布拉雅查沙瓦嘎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古鲁哄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们擦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于其手。念圆满咒 ，Om Bling Om Bling Om Bling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祖坛不动明王护摩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一起虔诚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师母丹真嘎措，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恩的哈斯们。印尼总统辩护顾问康妮达特，庄敬耀医师，台湾雷藏社公关主任王之祖师兄，中国中博士教授团叶淑文教授，加拿大温哥华日夜中医针灸诊所杨杰女士及公子陈明，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是做这个不动明王的护摩，那这一尊是很尊贵的啊，很尊贵的。现在呢，先插播一个广告啊。下个礼拜天是9月22日至下午3点 PM 做金刚萨埵护摩法会。下个礼拜天是金刚萨埵护摩法会。那么金刚萨埵有好几个手印啊，很多种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以握拳，然后交叉施于胸前，它的手印。它种子日是白色的 Home 日啊，金刚萨埵的真言是短咒 Om Bija Sato Ahom Pei， Om Bija Sato Ahom Pei， Om Bija Sato Ahom Pei。 那么它的长咒呢，也就是白日鸣啊，它的长咒就是白日鸣。有三个菩萨都是跟金刚萨埵有关的，一个是金刚萨埵，一个是金刚心，一个是金刚手啊，金刚手。金刚萨埵是菩萨，金刚心，另外还有一个金刚手啊，金刚手是金刚明王啊。金刚萨埵呢，也就是五佛化身的法王子，在密圣里面，密教里面呢，啊，密圣里面可以讲他就是法王子，也等于是教主的身份，密教的教主的身份。那么这个不动明王，你如果到了日本，很多庙都有啊，很多的日本的密教的寺庙都有这一尊啊，中央大圣不动明王，中央大圣不动明王，他是毗卢遮那佛啊，中央毗卢遮那佛。他本身的金刚像，本身的金刚像，
有五大明王啊，跟五佛化身为五大明王，五佛化身为五大明王，那么八大菩萨化身为八大明王，八大菩萨也化身为八大明王，其中中央毗卢遮那佛化身的就是不动明王。在日本很多供奉不动明王，因为他的威力最大。那本来这个台湾的这个法华堂，嘉义法华堂啊，他是邀请做一场法会，是莲音啊，莲音法师石头音啊，莲音法师，他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这个五色的不动明王，梦见五色不动明王。那五色不动明王分，就不动明王分成五个颜色，守护在中央跟东南西北啊，东南西北四方啊。这个五色不动明王，他们本来是邀请师尊去嘉义法华堂啊做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而且是莲音法师他本身梦见了五色不动明王。那这个法会呢，这个受邀请以后啊，师尊也说，那五色不动明王以前很少听过五色不动明王，那么你有这个资料吗？莲音法师啊去找，结果找到真的有五色不动明王的资料，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做过五色不动明王的坛城来守护这个 Kyoto 啊， Kyoto 就是京都，守护这个京都，有做过这样子很大的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在日本呢可以查得到这五色不动明王，而且他的主要的啊这个法师，主要的法师，还有他们怎么做五色不动明王啊，都有的。那这个法会什么时候做呢？时间还没有定下来啊，时间还没有定下来。那要看这个机缘啊，看机缘。这个很多事情都是现在都是要看机缘，时间啊、地点、人、事、物都能够在一起的话。啊，我们就有这个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这不动明王啊，他的一只眼是这个惩目，惩目就是很凶的；一只眼是瞄目，就藐视你的意思。啊，藐视那些鬼怪、妖魔鬼怪。他落牙齿是上面的牙齿，虎牙獠下，下牙獠上。面非常的愤怒，周身出红色的火。他的右手的拿龙的剑当胸。喷吐凤凰火，左手紧握金刚锁，有力相
也有坐相，坐相就坐在磐石上。那不动明王啊，是八大明王的首座，是金胎两部部主，大日如来偏照金刚的变化身及教令轮。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中央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偏照金刚的变化身及教令轮。不动明王是十大愤怒尊里面最凶的，最凶的。我以前曾经做不动明王像给大家看，但是这个不是很好看。那个愤怒像啊，愤怒像，他主要他的愤怒像，他拿着宝剑，拿着金刚锁，然后呢，他这个下唇咬上唇，但是这个。这个上面的虎牙，这个向下可以看得到虎牙，下面的虎牙向上，向上，这个牙齿它是露出来的，非常那个很愤怒的那种像。那么它的手印呢，就是剑印。剑印，拔剑印啊，这个是剑印啊。一般人讲说，他只要他的剑拔出来，他不动明王的剑只要一动一拔出来，就是要见血的。一拔出来就是一定要见血的。这个传说里面是这样子啊，不动明王。他这个如果是要杀这个妖魔的话，他只要他的剑会发出声音，他的剑发出声音，就是他要拔剑，就是有这个不好的东西进来，他的剑发出声音，然后他只要一拔剑，那个魔就没有了。所以以前我这个好像在十月吧，阳历的十月是三号吗？那鬼伯有一次这个派遣他的 五大鬼到我家来。来八月的时候，我答应他说啊，让你独立啊，让你去独立好了，我也不想伤他。说八月的时候让你独立，想不到到了十月三号那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啊，突然间惊醒。我睡觉从来没有惊醒过，我很好睡啊。如果有起床，就是尿急的时候才起床，因为实在是。膀胱装不下去了，都是水的时候我会起床，平时我从来不起床的，哪里有这样子在睡的时候突然间、一开口，一张开口就大力金刚从这个我的嘴巴飞出来，就这一尊是大力金刚从我嘴巴再飞出来，然后四面的不动明王，我是用四面的不动明王去做结界的，四面的不动明王全部都动。那五大鬼进来的时候啊，带着鬼兵鬼柱鬼马，
一大堆的鬼一起到我家来，在大概是10月3号吧，我书上写的那个日子不一定对，因为太时间太久了，几年前的事。10月3号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睡觉，我睡觉很安稳的，从来不会惊醒，哈，这样一惊醒，那个嘴巴一张开，这大力金刚，这一尊大力金刚从嘴巴飞出来，然后就跟着四大鬼，四大那个不动明王，四大不动明王就冲出去，冲到我家门口，哇，来了千军万马，千军万马的鬼，就五大鬼率领的，那五大鬼就是他们讲的吧，什么小林是日本的忍者，一个就是那个中村一武，中村一武，一个是渡边一郎，渡边一郎，再来就是黄金泉，黄金泉是魂场主，另外一个叫做林良之，他们讲的两个是华人鬼，华人大鬼，三个是日本大鬼，哇，率领所有的兵马通通过来。那我躺在床上，我就想说，哎呀，糟糕了，怎么办？要不要我出去啊？好，我去助阵。我躺在床上啊，听那个响声啊，就是那个好像是说克洛佩拉的声音，克洛佩拉你知道吗？克洛佩拉是日本话吧，还是英文？螺旋桨，克洛佩拉是英文，但也是日本话外来语啊，啊，日本话的外来语，克洛佩拉就是那个不动明王把剑抛出去，这是旋转。就变成克洛佩拉，克洛佩拉就四只克洛佩拉这样一直飞过去，把那些鬼的头全部砍下来。哇！那我那个屋子里面呢、啊，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一直震动，一直震动个不停。一下子门啊，砰！一下子这个衣橱间也。冰箱什么东西砰来砰去，好像在作战一样啊。还有那个螺旋桨，那个就像直升机的声音这样子，一直在旋转，一直旋转，一转过去，那个鬼头啊，我看见那个鬼的血啊，在喷出来，形神戒魅，哇，全部这样子扫。啊、四个螺旋桨这样子拼命扫，这个不动明王的剑这样子扫过去，差不多扫了20分钟。我在床上啊，听了20分钟的打战的声音，四个不动明王，然后跟大力金刚，他们又变化成为千千万万的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出来。然后对付千千万万的千军万马的鬼兵跟鬼的领袖，20分钟，终于把鬼伯派遣来的那些鬼全部歼灭掉，全部歼灭掉，全部化为无形，全部都没有。一下子就静悄悄的。20分钟以后，我就下来，这看了一遍，什么也没有，空空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鬼伯派遣他的所有五大鬼率领千军万马的鬼来。对付如师尊，
来对付卢师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法座上讲，我有不动明王，我有大力金刚，天天在守护着，但你哪里敢叫鬼？你真的是不自量力耶！我那时候我在法桌上这样子拍桌啊，林伯在家喝大麦照，林伯在家喝大麦照，你爸爸在这里，有胆就不要跑。你这些鬼啊，不要揪我那些善良的弟子，要找你就找头，你就找我。你以为卢生燕好惹吗？我是抓鬼大王。你不要看起来看卢师尊啊，这个温温的，平时啊好像很温和的样子，我愤怒起来的时候啊是很凶暴的，因为我们儒家的传统。然后我祖父是非常凶暴的，他是凶暴第一名的，凶暴第一名，他看不顺眼的马上就过去了。我父亲呢、啊，当然呢、啊，更是凶暴。我小的时候被摧残得很惨，是在暴力家庭里面长大的。我讲过有一次嘛，我不吃药，小的时候不吃药，几岁我不吃药，我父亲从后面过来。二话不说把我从椅子上抓起来，你知道那时候才几岁，他双手举到高的地方、欸、底下是水泥地、欸、他这样抛篮球这样抛过去、欸、我掉下来的时候啾啾一声、啊、我妈妈赶快跑过来看、欸、好像没死还活着。我父亲的暴力是很厉害的，那个日本的那个 Boken 你知道吗？ Boken Boken 就是木剑，日本人拿的这练习的这个木剑 Boken、啊、日本武士拿的这个木剑，他小的时候打我这样子，用米字砍法，耶耶耶耶哇，这一砍麦克风就歪了。木剑打到端，你看那木剑多厚啊 Boken 你只要知道木剑、哦、Boken 那谁懂得日文呢？叶淑文教授，我讲 Boken 你听得懂吗、欸、木剑嘛，木的木头做的武士刀，那个对打日本人用武士刀对打 用木剑的时候是咔咔都不会断的，我被木剑打到断，你看我父亲多凶暴，我遗传自我父祖父父亲，我当然更凶暴。但是因为学了佛就变成、啊、这个金刚的心、啊、变成了烧纸柔，那个怎么念呢、啊、绕纸柔就变成心就软了，心就变软了，没有以前那样子的这个
那个暴怒的那个形象就没有了。我祖父是暴怒的，我父亲也是暴怒的。我祖父跟我父亲从来就不怕鬼，因为他凶起来比鬼还凶。我凶起来也是比鬼还凶，真的让我生气，真的发起这个尘火，贪嗔那个尘，尘火一燃烧起来的话，不得了了，天崩地裂啊！真的，我也是很凶的，但是现在已经修行了，既然修行了，就把这个尘火给它熄灭了。不过真正讲实话，对的那些恶鬼，我还是很会展现很凶怒、凶恶的相出来抓鬼。那钟馗啊，钟馗他是吃鬼啊，他吃鬼，我也吃鬼啊。啊，师尊也吃过鬼，师尊也一样吃过鬼。卢师尊啊，把那个有一个鬼现身在我旁边呢、啊，那舌头伸得好长，舌头伸的一个女鬼站我旁边，舌头伸得好长，啊，伸到拖到地上了，我就用手碰她的舌头，今天晚上可以吃这个鬼舌汤，鬼舌汤，可以煮鬼舌汤。那个鬼听到说我要煮鬼舌汤，他舌头就收回去了。真的，我家里也有几个鬼啊，真的，他们躲在冰箱里面。你看那个师母也有看到，我只要走进冰箱本来是在充电的时候，它是会发出声音的，那是一种呼什么声音啊？那个反正冰箱发出来的声音。但是我只要走到冰箱就会砰一声，砰，那不是充电，那真的是那个声音。师母有听到啊，他有听过。你看我走过厕所的时候，厕所也发出响声啊，就砰，那个好像马桶盖啊，那个厕所那个马桶的盖子敲在那，很一很下来敲到那个一样的那种声音，像我不走，他就不响。我走到厕所门旁边，他都不会响。我只要走近一步，他马上砰一声。我一看，你还在那里，你不给我逃，他就赶快逃走。那冰箱那几个我是给他保留，有三个冰箱，有三个鬼在里面，因为都是女鬼，而且这些女鬼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很漂亮的。他有时候啊，我早上起床啊，他们也好意，很好意耶，对我是真的是很非常的温柔。他哦，早上起床，他帮我那个刷牙杯注满了水，另外牙刷呢注满了牙膏，等我刷牙。那三个女鬼，我写在书上，很棒的。那三个女鬼真的皮肤啊，又白又细又润，哇！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那相貌呢，非常的妩媚，相貌又非常的妩媚，又带着一种鬼的妖气。哦，那个虽然呢、啊，这个天女都是很美的，但是事实上真正
妖艳的女鬼啊更美。所以他跟我们跟我相处得很好，我保留了三个，其他的全部都赶走了。其他这些丑的女鬼来干什么？丑的女鬼我不要啊！丑的女鬼啊，像那个那胖胖那样子的，哦，哎呦，那很恐怖，那苗条啊，非常的苗条，又漂亮。晚上没事啊，他们也会表演才艺，也会表演才艺的给你看。哇，真的是，色不迷人啊，人自迷。谁叫我呢？英雄本色。刚刚讲不动明王啊，真的很厉害的，很凶的，很凶猛的。他八大明王的手，他真的可以帮你驱邪除魔啊，除杠头，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很凶猛。那么他也是一样哦。你看他的这个艳哈，你看，见我身则发菩提心，闻我名则断恶修善，闻我说则得大智慧，知我心则可以寄身成佛。你看嘛，他的誓愿不得了的，知道不动明王的心的，就可以寄身成佛。闻听到我说法的，可以得大智慧；听到他的名字的，可以断掉恶，变成修善；见我身则就发菩提心。这是他的本身的誓愿，非常伟大的。那我家里也有供奉不动明王，但那三个女鬼，当然我做结界的时候啊，他们是在冰箱里面，他们都住在冰箱。我说这那个冷场冷冻的地方非常冷的，你们怎么住在那里？他们告诉我，那个温度就是他们的温度。就是他们的温度，所以他们住在冰箱里面。那今天再讲一点道果，有六种的教授，一个是共通，一个是除毒，一个是受甘露，一个是截断，一个是遣直，一个是彻闷，一个是收善，再来是个瑜伽大自在。那么瑜伽大自在又分为见、除毒、受甘露、截断，另外还有静力，就是禅定。除毒、受甘露、截断，现为速生禅定，切其过失，发显效益，故而教示六教授。总体而言，教授即梵云、优婆提舍为尽力，亦即少难
而能速发妙果。就其利益，可分为四分位：心不住、领住、能事任何定、得意、除过。以此四法，一切所修之道，不可能不择其一。其一之类别为所谓料咒受。分二，我先讲这个哈。它主要呢是要让我们瑜伽行者能够很快的产生禅定，能够很快的产生禅定，那个把那些禅定的过失啊，很快的给它消除掉，发显效益，故而教示六教授，才跟大家讲六教授。总体而言，就总而言之啦，什么是教授呢？也就是经典上所说的，为优博提舌，为尽力，意即少难而能速发妙果。其实就是说，不要有一些障碍，把障碍能够除掉，能够很迅速的产生这个禅定本身的果出来。就其利益，可分为四分位：心不住、令住、能事任何定、得意得到益处、除过。告诉大家哈，心不住、令住，就是我们的心在做入三昧地的时候，入三昧的地时候，你心不住三昧地，到处跑，到处游走，到处找，心到处走。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起来，要禅定也是蛮困难，这必须要经过很长久的练习，长久的训练，才能够入禅定。很难禅定的，你要稍微定一下，你就觉得坐不住了。像六世达赖喇嘛的情歌一样，要观想本尊，本尊没有来，结果来的是他的情人。观想本尊，本尊想不出来，来的既然是他的情人。所以你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常常跟那个讲，跟那个福音讲，福音啊，就是那个我牵手那小女生，那个小很小，几岁？两岁啊，四岁，福音四岁啊。她今天有没有来？有。她到底在想什么？真的，她两个眼睛这个就是很忧郁的。四岁，忧郁，很忧郁的。那脑海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看他的眼睛呢，知道他在想东西耶。真的，就是那样子，他的心 不定。你心如果定下来，完全静止下来，定，当然定有很多种，跟由呼吸产生定，你呼吸调得很均匀，那么心就会慢慢的啊，也就是速六根唯一精明。一句话，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全部约束住，速六根唯一精明，
变成一个精明，就是定、啊、精明就是住了，住住心，我们专注一件事情，你在做事情很专注一件事情，你忘掉周围的一切，专注一件事情就是心不住令住，你心不定，你就是让他的心定下来。能是任何定，很多种定是不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关于土的定，你发挥了土方面的定，你会变成一座西弥山，一个大山出来。你禅定的时候接受，你感觉到你自己变成一座大山。还非常的稳，完全不动。关于水的定，你会知道宇宙当中的法流进到你的身体，你身体所有的业障化为黑色的水，从毛细孔流出去。关于火的定，那个全身非常的温暖，产生大热，而且那个火、啊、把你心中的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全部烧得一干二净，变成清净，那是火的定。火的定，关于风的定，你可以很迅速的飞行到佛国的刹土。佛的定、啊、我这只手一伸，这只手已经经过了84000个佛国，一直到了很深很深的这个宝相如来的佛国，那里有个宝相如来，我的手伸到那边去，好，再收回来，很迅速的，那是属于轰的定，轰的定。而且呢，我一下子我出现在玛哈双莲池，一下子呢就是在华严世界的净土，一下子呢在现见净世界的净土，一下子我在圆通世界的净土，那个是属于轰的定。这个就是能是任何定。你知道你的禅定是属于什么样子的禅定吗？我刚刚已经讲了四种禅定，不只是四种哦，不只是四种，甚至有十种禅定以上。你从禅定中得到了接受，得到了利益，而且能够除掉你禅定中或者你的所有的业障，除过所有的业障全部消除干净、啊、这里主要是讲A 问 B， 人的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 B 回答是脑子。 A 说错了，是心脏。人如果没有心怎么活呢？ B 回答，那个人没有脑子也活不了了，也一样活不了啊。 A 就讲说，谁说的？你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我们是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我
我现在问大家，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心，那你没有脑子哎。啊，三言当然是没有脑子。心重要还是脑子重要？啊，你还是讲心呢？哎，真是没有脑子。两个都重要。哎，两个都重要。来告诉大家，心是无形的，不是指我们心脏的心呢。这里所讲的心，就是你的念头啊，你的念头啊，你那个念头啊，真的，我们修行就是在修那个念头啊。你把念头修正了，你的行为就正了。你行为先守了戒律，你的念头也会正啊。所以心是本身是无形的，根本没有心。这个笑话是这样子讲，有一个食人族的酋长，过中秋节，他狠狠地甩下手中的五仁月饼，他说骗人的，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你看，人都是有欲望的，人本身都是有欲望，人啊，都是有欲望的。你能够降服自己的欲望，这是一个要点。啊，我们在讲禅定，道果里面讲到，很快的能够禅定，因为你降服了你的欲望，你就很快就能够禅定。你如果降服不了你的欲望，你的欲望在无形之中，你念头里面有了欲望出来，你就不能够禅定了。所以先降服自己本身的欲望，把自己的很多的欲望给它降服掉，像财啊、色啊、名啊，啊，财色名这些都要降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你一打坐的时候想到金钱啊，想到色啊，想到你的名位，就都不好。所以先降服自己的欲望。这里讲人生，人生，标题是人生就像大便。真的人，我们人啊，念头真的是变化无穷的，我不骗你哦。你看嘛，这个就有很多的变化。人生就像大便，一旦冲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人生就像大便，怎么拉都是那个模样，可是每一次又不一样，每一次都不一样哦。你说哪一次一样？你每一次都一样的话，哦，那真的是不是人。人生就像大便，有时候拉得很爽，有时候拉得五官啊，你的五官啊，全部纠结在一起。你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人生就像大便，
你永远不知道会拉出什么东东。你以为一切很好，结果去拉的时候，哎呀，惨了，拉肚子。人生就像大便，想要怎么结果，就要先怎么摘，这是因果。你吃什么东西，会拉什么，你慢慢调整。不能吃的东西不要吃，因为吃了你就是不行。要怎么拉就先怎么吃，就是因果关系嘛。人生就像大便，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间想人生就像大便，往往努力了半天，却只憋出几个屁。对啊，你晓得，你实在很想去啊，肚子有点问题，很想去啊，结果蹲了半天就嘣，就只有那一声而已啊，其他没有，卫生纸都省下来。人生就像大便，就算点缀的再漂亮，它本身的本质都是一样，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啊。人生就像大便，只有自己默默的勇敢的面对。你看嘛，一个大便搞出这么多东西，你看这个念头就是不停在转，这个人也是他的念头一直在大便里面转，转了半天终于转出这种笑话出来。他怎么能够禅定呢？对不对？不能禅定呢，不要想那么多，什么都不想，数六根唯一精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禅定。讲一个不想的吧，这是不会想的。一个年纪很大的女士，她自己讲的。有一天会议结束以后，我快步走向停车场，便急切的在口袋里面摸索我的汽车钥匙，它不在我的口袋里。结果找公文包，公文包也没有，我赶快回到会议室找，竟然都找不到钥匙，车的钥匙。我想，有一定把这个钥匙放在车里的吧。放在左向停车场，但是他拿钥匙的时候已经拿不到，但是他还没有看到车。我的先生曾经多次对我大叫，说我要把当心，别把钥匙留在汽车门上。我立刻赶到停车场，但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汽车居然不在，汽车不在了。我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我现在的位置、汽车的颜色，还有我的车牌号码，我停放汽车的地方。我承认我马虎了，把车的钥匙留在车的车上。然后我无奈地打电话给先生，告诉他我确实把车的钥匙留在车的锁了。留在车的钥匙口，而且车已经被拖了。这个先生沉默了一阵子，
我以为电话已经挂断了，后来就听到他很愤怒的声音讲：“白直啊！”他喊：“是我开车送你去的。”啊，现在轮到那位女士，老的女士沉默了，我很尴尬，但因为车居然没有丢，也好好的开心。我说：“好吧，那就请你来接我吧。”这时候他再次喊：“我会去接你，但你先要说服警察，让他们相信我不是盗劫，我没有偷你的车，不然我一出门可能就被抓了，怎么接你？”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他会忘掉很多事情，忘掉很多事情。师尊最近呢、啊，很容易禅定，因为我忘掉很多事情，真的，我把什么事通通都忘光，然后就禅定了。一下子就能够住心。不要把很多事情记在你的脑海，尤其是垃圾的事啊，那些垃圾的事啊，这个是是非非啊，诽谤啊，或者人家讲你什么话啊，或者是闲聊的时候那些垃圾的话，那个通通给它清除干净，通通都不要去想，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你也很容易入睡。对，一二一还没有喊到三，他就睡着了。那一二一三还没有三，你已经睡着。啊，师母也是很好睡。啊，你现在很好睡啊，因为你也开始健忘了。他也是很好睡。啊，我说我去刷个牙，回来就帮你结界。刷好牙，我去赶快的跑去跟他结界的时候，天哪，他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就很安静的，我本来结界的声音是很大的，我结界的声音很大，而且会发出声音，做结界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啊，做结界的力量很大，这个整个墙周围都帮他结界，包括床也帮他结界，包括人也帮他结界，全部把他结界起来。想不到还没有结界，他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这样子捏着。啊，不敢发出声音的结界，就把它结界完了，把它关灯关好了，我再回去睡。几点了？时间还够吗？啊？讲了一个小时，现在4:33，还。在两分钟就讲一个小时了，念头不要太多，你就很容易入睡。念头不要太多啊，你很容易禅定。睡觉跟禅定非常相像，非常相像。但是呢，在禅定当中有一个精明，有一个明在，光明在。在睡眠当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境界。禅定跟睡眠是不同的。禅定呢，如何讲禅定的状态是什么呀？禅定就是在清醒跟睡眠的中间，是禅定，不是睡着，
绝对不是睡着，也不是清醒，所以是在清醒跟睡着的中间，就是禅定。你要能够禅定，念头一定要变成一，你才能禅定。或者最高级的禅定，就是念头变成 zero， 你才能够禅定。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严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大家协助把各自坐的椅子叠好，放在楼梯的两旁。灌顶的时候是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灌顶时，请大家守节不动明王手印，一心持诵不动明王的心咒，细心观想与不动明王合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与会大众做不动明王法灌顶，含皈依灌顶。南无萨满多摩多然哇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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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满多摩多然哇啦。Oh,
还没有接受灌顶的同仁，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灌顶的同仁，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还没有接受灌顶的同仁，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赐受灌顶。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是平等一起手。由于下雨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呢，师尊很慈悲，会在护摩殿这边呢，为大家摩顶加持。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先给赶飞机的同门哈，赶飞机的同门。你们呢就依照保安的人员 的次序来排队，先排好队。好，谢谢大家的合作。从也是一样，按照灌顶的秩序这样子哈，灌顶的秩序，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摩顶啊，师尊在护摩殿先为大家摩顶。灌顶的路线呢，跟我们摩顶的路线跟灌顶的路线呢是一样，是一样。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